这个之前拿这个换了，现在换哪个？我是想换这个跟这个，但是这个价有点高嘛。没关系，我那个稍微把这个折高一点点，你这个就等于稍微便宜一点点就行了嘛。你喜欢哪一款都可以，这一两款都挺好的。对，你如果喜欢皮带的话，那你就可以买这个。不是，我有个皮带表了、那你再试一下这 个钢链的。对，你再试一下一个钢链的。可以啊，灰心啊，19年全套。其实这个是有性价比的，16万多的，现在卖7万8。你先试一下，对，我怕你戴不上。嗯、对，表结稍微有点紧，你表先看对对对，表带。一会儿让师傅给加一下表结。我现在还是喜欢戴这种钢链的，这种皮链的，到了夏天戴啊太那啥。前两天戴了一个可乐，戴一天就褪色了，不是褪色，那个钢带太脏了，我就到今天了都没洗干净。这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吧，你得洗干净，经常洗，自己刷就行。我之前有人接到电话，他说表褪色，我说大哥真没有褪色，他是脏了、其实你这个也挺好看的，这个就太重了好像。不是，他这个有一个问题是、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是啥。戴手上就一直戴，晚上不脱，反正戴两天时间，这个温度差就至少差1到2分钟。应该是上次的那个镶下瓷就好了啊，没有关系啊，你反正不喜欢了那就换，不喜欢的就换。所以你看看这个早就换两天过来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、你看这个早当时是年化期折下来，我刚刚算了一下，你折下来你补4500吧，好不好？因为不是我不是计较的呢、可是看上了我就补4500吧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对，没问题啊，大哥绝对痛快，感谢支持。我说在咱们一家一买的车过来保养，我就是这样的。对，反正就这样换。可是换的，你每次买二手的换的也是挺合算的啊。对，绝对合算啊。还有就是换的时候我们也很顺利嘛，也不会说这那的，对吧？那就行，谢谢啊。好。